HCSI 动物犯罪现场第二集 What the hell kitchen 参赛者陈牧草，你打算用什么料理来参加甄选赛啊？我要用最纯粹的食物原味来挑战。菲力牛排选用牛腰肉末端，这部分的肉质特别软嫩，请享用。看起来非常的美味啊，我吃吃看。熟度非常的完美，肉汁都被锁在里面，非常的鲜嫩多汁，完全展现了牛肉的风味啊！谢谢，那块肉来自我讨人厌的同事，他总是把工作推给我，还会偷喝我放在冰箱里的木瓜牛奶。我注意到他几乎整天都坐着不动，那肥嫩的腰看起来非常适合做料理。所以我趁他用公司一表机列一折价券的时候下手杀了他，把现场布置成办公室。办公室杀人，我喜欢。那你是怎么把肉处理的这么多汁呢？我参考了人类流传下来的干式熟成做法。我在同事下葬没多久后，半夜跑去盗墓，把尸体放在湿度和温度都控制在一定的空间，风干两周后再把表面刮除。剩下的肉就会把风味和肉汁都紧紧锁住。难怪那么好吃。接着来吃吃看酱料味道如何。呸！你酱料是用什么做的？是我在超市买来的番茄罐头。那么好的牛肉，你竟然用这种廉价酱料，我不允许你这样糟蹋食者！你滚！陈牧草虽然将肉料理得非常好，但酱汁却草草了事，白白浪费了一块好肉，称不上是一位好厨师。但我相信他是有资。你怎么还坐在这边？你是不是其实很喜欢这节目啊？不是，我是在收集证据，绝对不是这节目很小心。好了，他准备开会了，大家都在等你一个。高晨特别召集了反恐小组，要对抗蟑螂这些恐怖分子，我带你见见他们。喜欢影片的话，也请按赞加订阅哦。本周的赞助小可爱有爱与光之小胖、德斯大奶心、我爱冰妹好多年心、超时空针脚、安妮君、可爱的可纯真、恒宇水塔之家、水上扛把子、鱼之国国王陛下、吉米许。加入订阅，每月只要200元，你也可以成为赞助小可爱哦。